今蒙斋主台北灵岩山双溪小族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第四届护国习斋百期系列法会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十系列博士，然而亡灵遭此甚云，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迎妙法一心受度。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
香根盘切外，滋薄成环，不经天地以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生供养，常住三宝，
刹海万年，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寿，西请坐，归位。
青楼是否闻一世何在此为过去所记过的言那地球三千二百五十人其其实的阿罗汉众所知是长老舍利弗摩诃摩揭耶摩诃迦舍摩诃迦旃耶摩诃俱迟罗毗婆多娑利盘陀揭蓝陀阿蓝陀罗罗迦梵婆提宾陀罗婆罗多迦留陀摩诃揭毗那婆伽罗阿耨罗陀罗氏等诸大弟子，应作菩萨摩诃萨文殊师利法王子阿弥陀菩萨，遍陀诃帝菩萨，常清净菩萨，依罗氏等诸大菩萨。即是提梵音等无量寿天大众聚，尔时佛告长老舍利弗，众世希望过世万亿佛陀，有世界名也极乐净土，有我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舍利弗，彼诸阿弥其国众生国有众国但说诸乐国名俱乐有舍利弗俱乐国土其众难顺其众罗王其众行住皆是四宝处者为老十个比国名为俱乐有舍利弗俱乐国土有其宝持八功德虽充满其中十地尊以金色菩提十遍皆到金银琉璃玻璃和尘三耶罗诃衣以金银琉璃玻璃瓷器瓷作玛瑙耳眼识持瓷中莲花大如瓷轮金色金光黄色黄光紫色紫光白色白光微妙相间色极乐国土成就罗斯功德庄严舍利弗彼我国土常作遍阅王界为地作业六十一天曼陀罗诃俱卢众生当以清净各异一个尊重妙法供养大王十万亿一时是幻道本国万事清净舍利弗俱乐国土成就罗斯功德庄严故此舍利弗一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两百恶空且因果舍利家庭并且共民此鸟是所从鸟作业了是所和家庭其因常无根无力其菩提观八圣道闻都是等法其徒众生闻是因地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若为此鸟是是非报所生所以得离我国土无三恶道舍利弗其我国土三无恶道此名何况有四十诸种鸟皆是阿弥陀佛以令八音玄流变化所作彼我国土为幻水动诸宝行数及宝罗万诸微妙音毗卢百千种也同时去作闻是因此此人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其我国土成就罗氏功德庄严舍利弗依罗依因何毗婆诃故哈阿弥陀舍利弗彼我光明无量照世万
佛菩萨上爱是故号为阿弥陀，愿舍弥勒比我所名及其人名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舍利弗，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一切世界，愿舍弥勒比我有无量无边声闻第四界阿罗汉，为十善知识所人之诸菩萨众依佛如是舍利弗，比我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舍利弗极乐国土众生甚至其十阿毗跋致其中都有一生故土，其殊胜多为十善知识所人之是等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者何得一如是诸善善人，其会一说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此时名号罗一日罗二日罗三日罗四日罗五日罗六日罗七日，一心不乱起来临命总是阿弥陀佛一诸神众，现在起前世人总是心不颠倒起的方身阿弥陀佛极乐国土，摩见此地故说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弗，如我今则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之力，东方已有阿耨毗婆悉弥香婆达悉弥婆悉弥观婆妙音婆，此等恒河沙数诸须国诸光藏者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生此阎罗等众生，当今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获念经。舍利弗，南王世界有日夜等佛，明闻广佛大眼前佛，悉弥等佛无量尽经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依其国出观上实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生是阎罗等众生，当今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获念经。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众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金刚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说广藏实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生是阎罗等众生，当今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获念经。舍利弗，北方世界有因勤佛，最深因佛能起佛，日生佛阿弥陀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说广藏实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生是阎罗等众生，当今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获念经。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十佛，名闻佛名观，大目佛、化藏佛、十八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各依其国出观藏实相，遍布三千大千世界，所生是阎罗等众生，当今世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获念经。舍利弗，上王世界有怀音佛、修王佛、向上佛、向光佛、大眼睛佛、杂色宝华严身佛、娑罗树王佛、宝华德佛、千里切利佛、罗悉弥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
悉过诸光尘思想，并无善心大心时其所成是阴罗等众生刚心时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无临近者一罗一罗一因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无临近这一波多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思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是说佛念皆得不退三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舍利弗如等皆当心说佛一切诸佛所说舍利弗若有人以法印经法印当法愿一生阿弥陀佛过此时诸人等皆得不退三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地国土罗一僧罗金僧罗当僧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心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舍利弗如何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诸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圣难稀有人以娑婆国土而作恶事，其作尽作烦恼，作众生作迷作众，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所示一切世间难信之法。舍利弗，当时我亦复作恶事，行此难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所持难信之法，是为甚难佛所。多次经历舍利弗记住比丘一切世间天伦阿修罗等闻佛所说闻悉心所作的恶趣佛说阿弥陀经把一切业障根本的身心都堕落地南无阿弥陀佛地多得其多也多地也大阿弥地多佛地阿弥地多悉达佛地阿弥地多悉迦兰帝阿弥陀佛，伽蓝多揭谛，伽伽伽那智多伽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揭多耶多帝耶达阿弥帝多佛帝，阿弥帝多悉达佛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揭谛，伽伽伽那智多伽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揭多耶多帝。阿弥陀佛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悉达多比阿弥陀佛毗迦兰帝阿弥陀佛毗迦兰多揭谛尼揭谛那智多伽利娑婆诃
是因众苦不能清，丹香沉重，遥知心，心心极薄，醍醐疏落，闲置鲁生，佛佛回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心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庭震雷轰，清凉夜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亲称家号压群英，下情为蠢与难思，一念回光而意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乐，相近迟迟似似花。阿弥陀。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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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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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总是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起，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夜王千禅，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生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四出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皆很，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审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圣环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信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众请起，大慈大悲。
烦恼尽是因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问世报，请
请坐。长跪。人人混善，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身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其余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言，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功德主，请起。我啊。
秋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施，无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市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世人忠实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厌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施，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功德主请起。阿弥陀佛，请大众请起，如方一花。转身向上。
拜，起，拜，起，拜，起，稳序。恭送诸法和尚。阿弥陀佛。